好，我是苏贞慧，欢迎各位来到空中大讲堂。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生命表、平均寿命与平均余命。近年来，国人的平均寿命屡创新高。根据民国107年的统计，我们的平均寿命是80.7岁，其中男性是77.5岁，女性是84岁。长期而言，国人的平均寿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现在，请大家先看一段新闻画面。一起来关心您的身体健康了。内政部公布106年国人平均寿命是80.4岁，比起10年前平均年龄78.4岁，是多了2岁。台湾人越来越长寿了。长辈们说，运动跟清淡饮食是最主要的原因。医师说，这个医疗技术进步其实很有关系。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六都的平均寿命，台北是83.6岁没有错，但是有没有发现越往南其实是递减的，甚至台东只有75.5岁是最低，这也显示了医疗分配不均的问题。如同刚刚在新闻影片中所提到的，我国内政部每年会编制国人的简易生命表。那什么是生命表呢？生命表又称为死亡表，是运用大数法则的原理，观察人们在各年龄的生存与死亡人数，编制而成的表格。生命表的内容包括了男女性别、各年龄的死亡率、生存率以及平均余命。我国的生命表依据统计母数的来源，可分为2大类。一种是由内政部以一般国民的生存与死亡统计制作而成的，我们称为国民生命表。另外一种是由寿险公司依照人寿保险被保险人的死亡统计编制而成的，我们称为寿险经验生命表。寿险公司在厘定各种寿险保单的保险费率时，就是以寿险业经验生命表来作为计算的基准。每一个国家都会编制自己的国民生命表，这个国民生命表可以用来了解国民的平均余命水准，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健康程度、整体社会经济福利以及国家竞争力评比的重要统计指标。因此，近年来，随着死亡率的降低、寿命的延长，长寿风险的因应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长寿风险也称作长命风险，它是指人们因为寿命延长而导致财务不足的风险。这个财务的不足包括了生活开销入不敷出、长期医疗费用的增加，或者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需要的额外长照费用支出。因此，高龄者退休生活的安排以及相关的理财规划已经成为大家普遍重视的课题。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在做退休理财规划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准备多少年的退休生活费用。可是如果我们以平均寿命来估计所需要的准备的退休金，那这种做法其实会造成退休金低估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平均寿命其实指的是当年度出生的零岁宝宝他的预期未来的生存年数。因此，在评估退休准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参考的指标是平均余命。那平均余命只是指某一个人他到达特定年龄之后，平均尚可期待的未来生存年数。所以每一个年龄都有它对应的平均余命。
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平均寿命指的就是零岁宝宝的平均余命。因此，在评估退休准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参考的就是我们设定的退休年龄的平均余命。我们以60岁为例，在1970年的时候，我国60岁男性他的平均余命是14.9年，60岁女性的平均余命是17.85年。也就是说，当时60岁的男性平均会再生存14.9年。那到了2000年，我国60岁男性的平均余命已经增加到了19.99年，将近20年。那女性则是22.87年。再来呢，根据2018年的资料，我国男性60岁男性的平均余命已经提高到22.24年，女性则是26.47年。换句话说，现年60岁的男性如果打算退休，平均而言，他需要准备至少23年的退休生活费用。我们也可以预期，对于现在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来说，这个数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高。以上空中大讲堂和各位说明的是生命表、平均寿命以及平均余命的概念及相关的应用。今天的空中大讲堂就到此结束，欢迎各位下次继续收看。各位同学好，我是苏贞慧，欢迎来到保险学第12讲的空中教学讲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保险费。我们的课程大纲包括以下5个部分：第一个是保险费基本结构，第二个是保险费率厘定原则，第三个是寿险生命表与人寿保险费率，第四个是财产保险费率的厘定方法，第五个是短期费率表。我们知道，保险费是签订保险契约时，要保人支付给保险人以取得保险保障的费用。那在讲解保险费的结构之前，我们先区分保险费率与保险费这两者的差异。保险费率是指每一危险单位的保险代价，也就是要保人购买保险时所应支付的单位价格。其中，每一危险单位是单位保额，也就是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金额的最小单位。那每一个险种的危险单位不同，例如火灾保险是以每1000元保额为一个危险单位，那传统人寿保险与伤害保险则是以每10万元保额为一个危险单位。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保险费。保险费我们简称保费，是要保人所支付的每一个保险单的总成本，所以保险金额越高，则危险单位越多，保险费也就越高。因此，保险费与保险费率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这个关系式来表示，也就是保险费等于保险费率乘上保险单位数，也可以表示为保险费等于每一个危险单位的保险费除以单位保额再乘上保险金额。以下我们利用2个例子来说明保险费与保险费率的计算。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假设人身伤害保险职业类别第一级的保险费率是每10万元保额125元。那如果要保人要投保100万元的保额，那他的保险费的计算方式就是10万元分之125元，再乘上100万，也就是125乘上10个保险单位，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保险费是1250元。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是火灾保险的部分。假设火灾保险的费率是1/1.08，也就是每1000元保额的保险费是1.08元。那如果房屋的保险金额是200万，那么要保人所要支付的保险费就是1/1.08乘上200万，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2160元。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保险费的结构。
保险费在保险人费率厘定过程中也称为总保费，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我们称为存保险费，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称为附加费用。存保险费是保险保障的成本，保险人收取之后会用来支付保险赔款与理赔费用，那附加费用则是用来支应保险人营运所需，它包括了佣金、营业费用、特别准备金以及预期利润等等。以下我们针对保险费的各个组成来分别说明。首先是存保险费，存保险费我们也称为存保费，它是保险人承担危险的代价，主要是依据过去的损失经验来估算，用来支应保险赔款与理赔费用。那存保险费率就是每一个危险单位的存保费。由于存保费与保险人所承保的危险有关，可以想见被保险人或者保险标的物，如果它的损失频率或损失幅度越高，那需要支付的存保险费也就越多。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附加费用的部分。附加费用是保险人经营所需的相关费用，那透过附加费用来收取，用来支应。那保险人对于附加费用的估算，主要是根据他们自身的费用经验，再加上预期利润。那附加费用占总保险费的比率，我们就称为附加费用率。附加费用的组成包括了佣金、营业费用、特别准备金以及预期利润。其中这个佣金的部分就是保险业务招揽者的报酬，通常会按保险费的特定百分比来计算。那营业费用则包含了管理费用与业务费用，也就是保险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例如人事成本、办公场所租金、教育训练费用或者是税捐等等。那特别准备金是属于安全准备金之一，它是用来支应危险发生率的大幅波动或巨灾可能造成的额外损失，通常它会按保险费的特定百分比来提存。特别准备金的提存在财产保险尤为重要，因此财产保险的费率结构中会特别将特别准备金的提存率单独列示出来，而不是包含在附加费用率里头。那预期利润主要是因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人，他在费率结构中他必须要定有合理的预期利润，用来支付股东的报酬并维持稳健经营以及公司的成长。那我们可以从课本的图12-1看到的就是保险费的结构。如同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主要分成存保险费与附加费用，那财产保险的保险费则会另外把特别准备金单独列示出来。接下来我们依照保险费的三个不同的性质来说明保险费的种类。首先我们依照缴费期数来做区分，可以将保险费分为分期缴付保险费与一次缴付保险费。分期缴付保险费是腰保人于保险期间内采用分期的方式来缴付保险费，它主要适用于长年期的人寿保险。依照缴付的频率与期间区隔，我们可以分成年缴、半年缴、季缴与月缴。那一次交付保险费则是腰保人在签订保险契约的时候一次缴付全部的保险费金额，所以它主要适用于财产保险与短期人身保险。另外，长期人寿保险契约如果在签订的时候腰保人也约定他要一次缴付全部的保险费，我们就称为趸缴保险费。第二个，假设我们依照保险费是否事先确定来做区分，可以把它区分为定额保险费与复刻式保险费。定额保险费是保险费金额于订定保险契约的时候即已确定，又称为确定保险费。复刻式保险费是腰保人于订定保险契约的时候先预缴一定的金额，
那等到保险期间终了时再做结算，再针对这个差额多退少补。第三个，我们是以危险分类的方式来做区分，那我们可以把保险费分为分类保险费与均等保险费。分类保险费是说我们的保险费率依照不同危险分类个别计算，来反映危险成本的差异。那均等保险费则是保险人在计算保险费率的时候，他不考虑不同的危险分类当中的危险成本差异，全部采用均等的费率，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单一费率。那刚刚向同学说明的是保险费的结构与分类。我们知道保险费率厘定是保险商品定价的过程，由于保险费率的估算是利用过去的经验资料来预测未来的损失成本，因此这个定价过程中必须要依循特定的原则来建立合理的价格制度，以符合市场的预期以及监理的要求，并达成保险人的利润目标。那由于保险经营与政府监理的立场不同，因此两者对于保险费率的厘定应考量的原则也有所差异。以下我们分别说明。首先，我们从保险经营的观点来看看保险费率的厘定原则。那这里面呢，总共有六个。第一个，我们称之为稳定性原则，也就是保险费率必须要具有稳定性。费率厘定之后，短期间内不随意变更，因为保险费率如果变动频繁，那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将无所适从，可能会引发不满，并质疑保险经营的专业。第二个原则叫做弹性原则，保险费率需要能够因应经济及社会状况的变化，危险因素或者是法令有重大改变时，费率必须要适时反映损失成本的变动的情况。那费率弹性原则与刚刚所谈的稳定性原则看似矛盾，但是两者之间的期间基础不同。费率稳定性原则强调的是短期内的稳定不变，那费率弹性原则则强调的是以长期为基础的趋势调整。那第三个原则我们称之为损失预防之诱导性，这是说保险费率它应该要具有损失预防的诱导功能，也就是在费率厘定时将这个所谓的损失预防减费的规定来列入，来鼓励被保险人妥善做好损失控制以及相关措施，来减轻损失成本，有效减少社会实质的损失。第四个原则叫做简易性原则，保险费率的厘定结果应该避免过于复杂，以简单易行为原则。一方面，保险招揽人易于解说及使用，那另一方面，要保人以及被保险人也容易了解与接受。第五个原则叫做一致性原则，保险费率的厘定过程中，这个资料统计与计算基础应该要一致，所以保险人就可以透过长期发展趋势的观察，让费率厘定的结果趋于准确。第六个是竞争性原则，保险费率的厘定过程中，保险人应该要考量与其他类似金融商品以及其他保险人和现有保险商品的竞争能力，让这个保险费率能更具竞争性，以达到保险销售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从政府监理的观点，我来说明保险费率厘定应该考量的原则。这里面总共有三个，分别是充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公平性原则。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充分性原则，保险费的收取是用于支付保险赔款与各项费用，所以保险费率的厘定必须要充分，或者我们称之为适足，才能够维持稳健经营。如果保险人因恶性竞争而造成费率不足，不仅仅会影响他的保险服务品质，也可能导致丧失清偿能力，那进一步损及了被保险人的权益。第二个是合理性原则，我们也称为不偏高原则，也就是在费率厘定的过程当中，保险人应该要合理考量各项的必要因素，
但是它不能够超收保险费，以免造成腰保人与被保险人额外的保费负担。第三个是公平性原则，保险费率必须要根据个别危险的实际差别，公平的反映在危险成本之中。这样的公平我们称为精算上的公平。商业保险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精算公平，那容易发生危险逆选择的现象，影响保险人的经营。那反过来说，如果费率厘定的过程当中，如果某一个特定的变数它并没有实际损失资料来予以佐证，那保险人也不可以把它列为订定差别费率的依据。那接下来我们会分别说明人寿保险以及财产保险的费率厘定。首先是人寿保险费率，人寿保险的费率有三个重要的基本假设，分别是预定死亡率、预定利率以及预定附加费用率。首先我们来谈预定死亡率。人寿保险费率厘定的时候所根据的损失几率或损失频率就是我们的死亡率。人身保险人在厘定人寿保险费率时所预定的死亡率假设是根据我们所编制的寿险业经验生命表。那么为了推动保险费率自由化，我们的人身保险业自2003年起新销售的人寿保险单计算保险费率的生命表可以自己决定，但是计提责任准备金的生命表则应该以台湾寿险业第三回经验生命表为基础。那这个计提责任准备金的生命表自从2012年7月之后已改以台湾寿险业第五回经验生命表为基础。此外针对年金保险的费率计算与责任准备金的计提则是以年金生命表为基础。第二个基本假设是预定利率，人寿保险多为长年期保单，人身保险人对于保险费从收取到作为保险金给付的期间，它可以加以投资运用，这个预定利率就是它的资金运用的预期收益率，所以保险公司必须要把它反映在保险费率的计算当中。第三个假设是预定附加费用率，人寿保险费率厘定过程中附加费用的部分是以其占总保险费的特定百分率假设来做计算，那这个百分率我们就称为附加费用率。那在刚刚谈到的保险费的分类当中，我们有提到长年期的人寿保险大多是采用分期方式来缴付保险费。那由于人的死亡率会随年龄而提高，如果我们每年交付的保险费随被保险人的年龄而递增，我们这个称之为自然保险费。另外一种情况是每一年缴付的保险费金额相同，我们就称为平准保险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课本的图12-2，它呈现的就是我们的自然保险费与平准保险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采自然保费的方式，那我们的保险费每年会增加，那这个会造成腰保人的负担以及保险人作业上的繁复。因此保险人将保险费平准化，每年收取相同金额，那前期超额收取的部分就用来弥补后期的不足。此外在采行平准保险费之后，保险人在每年收取的存保费中，它用来支付当年度理赔的部分我们就称为保障存保费，那超额收取的部分就称为储蓄存保费，这个储蓄存保费在当年度必须要提存为保单价值准备金，并且在腰保人解约的时候作为解约金计算的依据。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财产保险费率的厘定方法，它包括了判断费率法、分类费率法以及增减费率法三种。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判断费率法，判断费率法又称为观察法或者是个别法，它是费率厘定当中最简单而且最早的方式，主要是根据核保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而得，所以它不需要用统计资料为基础，所以适用于业务量少大数法则无法应用的险种。
第二种是分类费率法。分类费率法是将群体依照它的危险性质予以分类后，就每一个危险等级计算每一个类别的平均费率，作为各个类别的保险费率。分类费率法的特性在于每一个危险等级之内只有平均费率，它并没有个别费率，所以可视为大数法则的典型运用。那常用的分类费率法则包括了存保费法、损失率法与赔款率法。其中存保费法也就是以损失频率与损失幅度相乘来计算存保费，再加上附加费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总保险费。损失率法，财产保险当中存保费与保险费的比率称为预期损失率，那保险赔款与保险费收入的比率称为实际损失率。所以损失率法是比较实际损失率与预期损失率的差距，将偏离保险费率调整至合理水准。那这当中的话呢，我们的费率调整幅度就是实际损失率除以预期损失率减掉一，再乘以100%。因此调整后的保险费率就是实际的损失率除以预期损失率再乘以原保险费。第三种我们看到是赔偿率法。赔偿率法是以保险赔款与保险金额的比率来直接计算保险费率，所以它以刚刚所谈到的损失率法以保险费为基础的方式其实并不相同。赔偿率法是以保险金额为基础。那第三种费率厘定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增减费率法。增减费率法是以分类费率为基础，再依据个别保险人的过去损失经验以及未来的预测状况来增减调整它的保险费率。增减费率法可以再细分为表定费率法、经验费率法以及追溯费率法。其中表定费率法是以分类费率法为基础，将保险费率依其分类的性质表列化。那个别保险单它应缴的保险费就是依照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跟表定标准比较之后增减调整。经验费率法则是以过去实际平均经验为基础增减调整下一年度的应缴保险费，我们也称为预期经验法。那追溯费率法如同刚刚所谈到的复刻式保费，是在保险契约生效时由腰保人预缴基本保险费，保险期间终了时再依照保险期间的实际损失经验来核定当年的实际保险费。那今天这个讲次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介绍的是短期费率表。那所谓的短期费率表是指保险期间少于一年的保险所适用的保险费率，常见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伤害保险或健康保险中。那短期费率适用的时机主要有四个。第一种是腰保人仅愿意投保少于一年期的期间。第二种是保险期间未达原定一年期的期间而腰保人中途退保。第三种是保险期间届满，腰保人申请延长一段不完整的期间。那第四个是人寿保险中腰保人中途加保一年期的附约。那短期费率的计算是以一年的保险费率为基础，再乘以各个保险期间所适用的百分比。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